对待你有上台啊？我今天负责看场子。啊，吴老师还不错啊，吴老师单身，那个无所谓存在要注意到吴老师没答应。放肆！嗯，对。他平时除了给我们上课之外，剩下的时间都在照顾他的宠物秋天犬。 你不去鼓励鼓励他们？他们能上台就算赢了。我有一个同学在瓦格尼根大学是研究食品科学的，听说他们研发出了一种狗粮，特别适合秋田犬。我养的是猫，取名叫秋田犬。 我们今天要的不是优雅，而是疯狂。开始 ，1, 2, 3, 4, 5, 6, 7, 8, 9, 10 减肥同学，请注意。老师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吗？ 我们下一个要攻克的目标是什么？注意注意，啊，还有风采大赛等着我们。<笑>谢谢。申东，谁？你怎么吃我碗里的呀？过家家。一个无聊的人，男朋友吧？好吧，我继续吃吧。前男友，无聊。好，你们俩越吃越瘦。 我俩喝一个，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，发现对方都爱吃火锅。嗯，你干吧。还互相取笑是吃货呢。可还没过多久，黄健，你吃啊。距离远了，我就被他说只会吃。喝酒喝酒。谁叫你是吃货的？今天我们大家陪着你一起当吃货。那个，在一个以庆祝为主题的进食活动上。 按照我们人类的习俗，是否应该频频举杯呢？为了我们干杯！你要不要一块吃啊？王健。 你们的舞跳成那样，居然还有心情吃火锅？我觉得我们跳的挺好。<笑>你冲上台是为了你自己，还是为了舒颜社？他就为了玩神儿。<笑>跟这帮怪人在一起只是权宜之计，浪费的每一分钟都推迟了你做出伟大的物理发现。这话是你说的吧？ 你是不是还说过
无家力只能靠有丝分裂来繁衍后代，用所谓的疏远社麻痹自己年华老去的真相。如果现在是 MIT 的 Barden 紫薇巴克教授在问你同样的话，你也全都否认吗？没错，这些话都是我说的，但那都是以前的想法。 现在我已经不这么想了，你觉得你还像个男人吗？摸着良心说，你配不配去 MIT？ 条件也太差了，连台监测仪都没有，我儿子的健康谁来负责？这里是医务室，不是你家。妈，你别说了。你爸爸早都说过，学物理早晚会有一天把你学傻。又不是我亲爸，我学物理也不要他管。没有他的钱，会有你今天。